所以要静音要怎样的？赶快哦！倒数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过来啊！等我一下，我刚翻太久了，他把两样商品合在一起，刚找不太到。哎，这杯垫我真的是会舍不得用哎，这个杯垫脏了，我觉得很可惜耶，如果脏了的话，你们再来买一个吧。等一下哦，我还在猜它，我放哪里啦？讨厌。不是要讲真的啊，吃广告退取财哦，YT 也有啊，YT 也有广告吃啊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下哦，我觉得绿宝他们应该很难起来，绿宝税太少了，而且又有稍微有点喝，啊，其他人的话应该也都是税很熟吧，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下午才有。你一次有买一打吗？备用一打，没人敢买啊，那么贵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，真的不会用手机拍照好丑。我说我的长相啦。是在送我乐事，不要，好腻哦，送我吃巧克力就好了。好了，传一下哦。
打喷嚏，打喷嚏。送，好，来哦，来看一下哦，你整个垃圾，这里，然后载那个啊，一次载好了，下载，这里存档。OBS 灯电确定浏览静音调回来，我调什么静音？哇，现在没有声音吗？低潮在，手机拍起来看起来好丑哦。如果变形逆时针，那个下面蓝色的是旧的啦，左上跟右上是杯垫。他忘掉了，静音。我现在讲话没声音吗？啊，你是说他看广告看到忘记调回来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坑钱繁星最正常。KO 懒交易杯垫怎么动？哦，对啊，这图要做杯垫哦，不一定啊，我这个图也可以拿来做其他东西啊，扇子也不要，扇子好浪费，亚克力吧。其实我的那个杯垫上面我自己啦，你们看一下我的脸的左下方那一块都已经黑掉了，然后左上方你又看那个有点深蓝色的位置，那个是不知道被什么热的东西融化到了，徽章啊，还要徽章哦，我就徽章很尴尬我虽然我觉得这个会卖完啦，只是一直都做徽章。也不是不行啊，T 是什么？什么是 T？请告诉我这个手机支架，还要手机支架？手机支架？那我想要把我跟兔子亲亲的那个手机支架给换掉。T 恤哦，不要，我就 T 恤太还好了。进浏览，哦，难怪图会不见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妹妹回来，好了。T 恤哦，那个。鱼干菜渣的，他们自己做的 T 恤就没什么人，不是没什么要买，就是那个算是比较大的物件，你懂吗？那种小东西你带着走，买一买还比较方便。那像 T 恤那种 T 恤啊、包包那种大东西，你那物件就偏大啊，你买了之后也携带不太方便啊，难道你要当场穿着走吗？岛上几个人呐、啊？我跟市民，你要不要上来啊？来，这是我们昨天最后才唱歌的歌后，他昨天唱了《海啸》，没有，他昨天唱《听海》，啊，不知道哪个白痴，我忘记是谁了。啊，小夫啦，我知道《海啸》，是小夫吗？小猫上来玩，我们来翻垃圾桶，快点！如果刚刚上的真的是市民的话，我们就三个医护在上班了。就昨天一半以上的鬼那个医护都在吃喝，
你还在台北哦？啊你什么时候会回去？小猫转医护很久了哦，小猫转医护的时间都比我这个头被打到流血的时间还要长诶。诶，这是，我还不知道这钥匙是干嘛的诶，这是干嘛的？银行抢劫？哦，我都有点忘记我唱了啥。你昨天在哭？没有啦，唱什么？你昨天唱那个啊，听海啊。然后啊，你主要是一开始先唱了小幸运之后，你才敢开始唱歌。今天跟小夫他们出去，那会来淡水吗？会的话，我把这个也送你啊，进。叫，你刚有看到吗？图片。下载。因为昨天我就在等这个来啦，啊，我想说如果有来的话，我就送你啊，翻转逆时针这个，啊，蓝色的没了啦，蓝色是去年的商品，啊，肤色跟粉红色是这一次做的，我有跟他们说淡水没啥好逛的，有我啊。你不能这样子啊，有我啊！啊，如果你们来的话，我买蛋饼给你们吃啊。你们不要先吃太饱，我去买那个。每次我干爹他们来，我都会叫他们去来吃蛋饼。看你啊，没有，真的淡水，我讲真的啊，淡水真的没什么好逛的，能吃的也就固定几间，然后。几乎真正都是在逛街啦，都只是走在路上走一走、逛一逛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那些玩的东西，你去夜市就可以玩到啦。红毛城，那红毛城很无聊诶、欸。我自己啦，啊，本地人，你不能这样问本地人啊。啊，我跟你讲一下我以前听到的红毛城的故事，就是那时候我还很小。还没有上国小，我那时候听到红毛城有那个什么，都有那些灵异的传说。然后我就听到的是说，比如说，我左边是小猫，右边是睡大，然后我在中间嘛，啊，我们三个人并行着走，走进去之后，中间的人会突然下跪，跪到你膝盖流血为止。他们好像说要去也要3点，那大概3点就会下雨了哦，也好啦，那个啊。要不是遇到下雨天，不然三点左右可以看夕阳诶。淡水的夕阳很好看，看了我就看没电，我也没干嘛，我刚刚也没干嘛，来看杯垫，来看杯垫，板桥哦，那个谁在板桥不是吗？那个。小夫的 gay 吧在板桥，玩很晚吗？其实我以为会续到天亮诶，续到天亮的话就有捷运可以坐了。有捷运坐的话就比较棒。沙梗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同时打沙梗？竟然是沙梗吗？哦，哎呦，没有啊，是小夫开的杯标酒馆吧？昨天头超痛。你不是说你昨天头很晕，怎么又变痛了？你昨天就是整个人。眼睛要闭不闭的，然后问你是不是要睡觉，你说你头很晕，然后想说我就位置挪开给你躺在沙发上睡嘛，啊哪知道你是突然开始拿着麦克风狂唱歌了，哦沙梗住板桥啊，
啦。问一下市民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三个人呢、欸？是谁？是谁？又晕又痛。啊啦啦啦啦！要么是你喝不习惯啤酒啊，啊，要么就是你太久没喝啤酒，突然喝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太久没喝啤酒，突然喝是肚子会痛啊。我有一次是3、4年没喝酒，然后一次喝是喝那叫霸，就喝了第3罐吧，我肚子就痛了。太，然后那时候去查到说是你太长时间，那长时间没喝酒，然后突然喝太多。哦，另一个小五哦，那还是医护嘞，爽啦。小五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医护上线喽。我昨天薪水就1900嘛，我怎么记得是2100啊？被调了欸，感觉很少喝。你乖乖，本体休眠完毕。明天上，昨天上帝有唱吗？有啊，上帝的声音也是需要人家拉起来的。那上什么？浮夸，第一首是浮夸，啊之后有唱。安静啊，然后一些老歌。昨天比较会唱流行歌的就谁？小夫，小夫啊，阿公啊，真心的好好，没有啦，我被降欸，我从主治医生变，啊，那应该是这个问题啦，主治医生变成正式医生，这个问题。没有啊，该说没关系啊。啊，我 RP 内不知道是小五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有无线电可以看啊，我们的语音可以看到有谁出来。不然，除非我自己问啊，不然就是不要跟我说。阿公是用老兵腔，没有，阿公一开始都很正常的声音，然后就是我昨天就是突然就是拉着他唱到一半，就中间间奏副歌的时候，我就讲了一句唰的时候，他说好好好用阿公的声音唱，然后阿公就瞪大眼睛说干，然后就是就开始用那个阿公的腔调唱歌了，唰，老乡。昨天吃饭一期唱歌15吧。昨天我觉得唱歌也是17耶，走了2个，来了2个，不是吗？哦，没有，那时候拉拉准备要走，应该是16。就市民跟那个啊，市民跟钢铁人先走嘛。啊，然后本来也以为你要回去躺着休息了，啊，结果你又出现了。所以还好像还是17耶，觉得很像，可是我只会学唰这样而已啊。有啦，阿公昨天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那个他的腔啊，阿拉不就是小雨？对啊，他昨天提早走。很期待昨天，我以为昨天会有诶、欸，可是大家好像就是还 OK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想要去买一瓶眼药水，不是我自己用的，是给别人用的。就是昨天看看奈奈，其实他昨天在吃饭前，在我们不是约在那个吃饭前面广场嘛，不是广场啊，就是大门口排队的时候。
我就看到奈奈的眼睛好像有点刺痛痒痒的，就是狂眨。他就是在唱歌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：“你有戴眼镜吗？”他说没有。我说：“我看你眼睛很不舒服，你撑得住哦？”他说：“还行啦。”有人开很不自在吗？不是啊，如果就是有人开，然后你又敢唱，你就整个完全解放了，你就可以开始真的狂开始唱了。你要突破它。喝酒不是小腹那边，我们在钱柜。对啊，你就已经潜能解放了啊，就完全真的连破音什么都不怕了，已经有几千万观众看过了，你就会完全不怕了，要破就破到底。像昨天小夫也是说，他喉咙科已经开上去了，可是酒喝太多的他唱到后面破音，然后小娃就说加油，继续破下去。跳，哦，应该要买一台有铃铛的那个脚踏车，叮叮叮叮，大家基本上都会不自觉的，但。但要开也可以，是可以啊，对啊，主要就是，主要就是没人开嘛。第一浪吗？有诶、欸，我在想，就是不要是那种人工泪液的就好啊，就是要让眼睛可以休息的那种眼药水。奈奈今天会开吗？我不知道诶、欸。然后看到，反正看到除了小猫以外的女生，我都觉得，哇，不是说好漂亮，觉得，怎么讲，害羞吗？不是害羞，就是感觉，不会形容因为平时互动就是跟小猫，可能就习惯了，会觉得女生在的话，会觉得对到眼睛。就会害羞那种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很香。啊，除还一个啦，娄一。昨天是我跟娄一第一次见面，认识了6、7年，然后第一次见面。其他都漂亮，小猫很漂亮啊，只是实况上真的看起来呆了一点，没有纹呐、啊，真的不小心纹到，没错啦。啊，可是那是不小心的啦。小猫没很丑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最漂亮的还是小蛙。鱼竿呢？啊，鱼竿是女神的好吗？你不能这样比，她是我的偶像，我的女神。腐女还没见过面呢、啊。真的你实况上看到的跟本人看到会差很多，他们是去通话才来的，不然7点那个时间真的很尴尬啊。你不会是上帝吧？抽烟嘞，兔兔怎样？哦，兔兔超美。养乐多还有偷看娄艺的眼睛吗？哎，养乐多很夸张哦，小猫，来，公审公审，虽然这是 RPY 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开喝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大家杯子就是发一发，直接拿来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知道那个谁，大牛跟小蛙来的时候，养乐多怎样吗？他掏出了他的面子，
然后递给了小蛙说这个擦干净。然后我就跟小杨乐多说为什么擦那么多？你没帮我们擦。他就说他们两位不一样，要保护一下。你看，后来擦完之后还问那个小蛙说，哎，小蛙你要那个吗？你要湿纸巾吗？我就 what the fuck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你？不过奈奈的发头发的颜色真的很漂亮诶，她那样搭，有渐层层次。然后发色也是一样。那是 RPY 的事啦，我只是觉得他这行为好恐怖哦，而且他 RPY 不是还是狂问你那个吗？你有没有跟着去玩啊？我帮你喝。诺曼之一就 MV 的，对啊，哎、欸、我其实之前。只看过小蛙的台几次欸，就觉得这女生很可爱，可是那时候就只是带过而已，因为那时候，因为他们大家开台时间点都差不多啊，有时候周三之前开台，就会在 Twitch 逛一下，啊都会看到啊，啊只是来到鬼岛之后才正式认识到啊。出门拜拜，从奈宝多变挖宝多，不止哦，他是牛蛙宝多哦，讲 的都才夸张嘞，小蛙没有。小蛙没有唱，不要生气。有啊，那不要生气，没有一下而已啦。小蛙唱歌也很强啊。对啊，小蛙就是纯天然呆啊，就很可爱啊。啊，小猫不是呆，是整个真的太傻了。我有在直播，有啊，就只是平时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时间点我自己也是不开台的，我也只是打开别人的实况台，然后听着画图。哎，这里面怎么进去啊？不会走这门吧？哦，这里哦。哎，回收，回收。GTA，我不小心拿球棒打人啊，然后嘞，你是打 NPC 还是打玩家？那打玩家，你没有看到我这颗头吗？我这颗头就是被局长不小心敲到的啊。看一个不小心可以流这么多血，打玩家，那还好啊。如果是线上模式的话，他一下就醒来了啊，然后就追着你跑而已啊。你不是傻，你是善良，不是，善良跟傻不是一个同样的代名词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自制熊吗？然后昨天那位杰伊啊，搞不好他对我的印象真的就是包一个纱布的头，然后穿着睡衣的人在到处走的一个变态，不然怎么会有人
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睡衣，然后头上受伤的人在捡垃圾桶。没有打下去，瞬间赶快先道歉，然后你道歉的语气也要真的很真实啊，不要那边笑边道歉说我不是故意的，然后一直狂笑着憋笑。因为我每次不小，哎呦，这个路弯，里面车太多了，诶。哎，里面车超多，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想说来这边看一下，就看到一大堆车在这。是不是有人在啊？可是最近都这样子哎，很多市民都把车乱停。我想把车开出去一下，又不能开，气死！我这样怎么看车？对啊，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啊，通通锁起来，也不能强制开。这是我们的小五妈妈，虽然她比我小。好像直接看车就好，不是，因为在这边选车的时候嘛，被车挡住啦，看不到啊。打不开啊，舌头安。好像会消失，直接开选单，直接开选单吗？真的假的？你说这样子，刚被骗啊？他不就是在这边会抖来抖去骗我？会不会扣我钱了吧？你要不要把货车先弄掉？他怎么弄掉啊？再看别台车。哦，好。直接扫射车子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你这种玩法。哪是，你这是 GTA 线上模式的玩法，我们在玩 RP 呢。你来看车哦。没有啊，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想说这个人怎么开车技术这么棒，就进来看一下，就是你了。那这些车怎么办？留着吧，会碍到你选车吗？应该是还好。个十百千万，10万。哎，没有啊，他刚刚真的进去的时候，那个甩很棒啊，不是甩啊，就那个路弯很棒啊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拾荒，继续聊，你们要听什么？昨天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也没有了吧？人就是他们就在玩什么倒霉犬啊，有的没的啊。只是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玩最疯的就是倒霉犬，跟我们那天半夜玩的那个。